我諗我哋而家爭咁啲共同嘅目標。當然我唔希望沙士會重來啦，我唔希望香港突然間有啲咩病會，哇！又話咩禽流感啊，又沙士啊，跟住又點啊咁，因為其實好慘嘅係咩咧？好多都以前啲研究都係咁講，其實係當一個社會有天災有人禍嘅時間咧，人就會團結，團結跟住個就會和諧。呢個係個即係公敵出現咧，大家就好。即係譬如話外星人襲地球咁樣，大家就成個地球就走埋一齊啦。好可悲嘅就係咁咯，就要有個咁嘅環境先至會可以啲人會大家同一個目標進發。我要打怪獸咁啊，咁大家咪睇到就會咩咯？就開始就會上翻埋一齊咯。但係而家咁嘅環境落去，真係我睇唔到有啲短期內大家會好易好和諧，因為好恐怖。我某程度上覺得我都唔想講太多政治嘅，但係如果想講話民主派，哇！原來民主派入面都可以分好多唔同嘅 spectrum 啊，我哋叫個光譜闊啦。以前淨係講一個政治光譜嘛，而家係講緊建制派入面有建制派嘅光譜，跟住民主派入面有民主派嘅光譜，民主派入面又要再分有本土派同埋呢個比較斯文嘅派咁樣。哇！原來咁呢個世界咁複雜，原來越複雜。咁你話有冇機會可以將呢啲人又擺埋一齊咧？唔得噶，但係就係要一啲好唔開心嘅嘢發生咯。